沉浸式猜方言开盲盒啊，还是老规矩，全程不能有任何的表情。谁先来啊？烟脸呼喊。昨天晚上。答对。开箱。最后蛋生下来了。这是有萝卜鸡。今年过年不收礼，收礼只收萝卜鸡。答对，开箱。准备好了吗？先再来一遍来。到你了。我的不是上去，我的只是不知道那个不愿干。我们不是孙子，我们只是不能干。错。啥呀老板，这也太难了，你从哪整的各个地方的方言呀？这些方言都是我在陌陌音波上找的，全国各地的方言都有，都可有意思了，里面还有大家发的各种五音不全的歌，反正也互相不认识，没那么多包袱，想发啥发啥，主打一个自己开心就好。想在无聊的时候听听歌，各地的方言的话都可以在陌陌音波看看。现在我就去音波上问问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。哎，不能作弊啊，等咱玩完游戏再去。下一个谁来啊？Hello， 我们去哪边耍一会儿吗？我们去哪那边耍一下。我玩一下。差不多的意思。来开箱吧。玩去吧。到你了。我是个木莲，你说个优乐美。我是你什么？你是我的优乐美。答对。你来一遍。钓鱼要到脚上钓，不到脚上钓不到钓鱼。钓鱼钓鱼要到脚上钓，不到脚上钓不到。
钓鱼要到刀鱼，刀鱼要到钓上钓。